是的，我们谢谢中央乐团今天为我们唱的这三首诗歌，真的都听得很感动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是的，我们的神，你是我们做新事的神，在这新的主日，我们让我们的殿中一起来敬拜你。求神你的圣灵此刻降临在我们当中。我们华语堂有目前有许多的事工要完成，每样事工都需要神与我们同行。神，因为你与我们同行，我们就会刚强壮胆，我们不害怕。接着在十二月开始，我们有新旧月牧牧歌的比赛，求神你来祝福这样事工，让我们华语堂每一位参与的都能够把新月牧牧、旧月牧牧都可以很轻快明朗的背诵出来。神，你要祝福我们十月份我们教会所选出来的新的执事。耶稣，特别是在我们华语堂有新的执事产生，也求神你大大的祝福我们每一位新执事的家人，还有他们的家庭，让他们在工作上，还有在教会事工上，都有神你的祝福满满在当中。神，你要来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，求神你真的是来膏抹我们今天洪老师的口，让他所讲的，让我们会众所听的都得益处。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与恭敬，然后交在神的手中。我们现在一起来背诵主的祈祷，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的头屏幕。北来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愿你的国降临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。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力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好，接着我们要来读今天的圣经。今天的圣经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五章，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。我们一起来读，我来读单数节，我们弟兄姐妹来读双数节。十三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咸呢？以后无用，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。十四，请北来。你们是世上的光，神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。人点灯不放在斗底，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你们的光也像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好，我们今天很特别，我要念一个诗歌，因为今天这个讲员我一开始看到我觉得很陌生，可是 我如果念这首歌的歌词出来，我相信大家一定不陌生。为这土，为这地百姓同，我应该要念国语的，为这地百姓同聚集主前，愿主的真理如同光显人间，改变人心。哦，全能阿爸天父，愿你国降临，愿忧惧和悲情远离，丰富心灵。愿这块土地更旧碰的。我们今天很特别，也很荣幸，我们请到的是磐石乐团的负责人，是我们的谢宏文老师。他今天要来跟我们讲的题目是光，盐与光。好，把时间交给宏文老师。